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赞美花园。这首歌我能给你什么？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第29章专辑中的主打歌曲。这首歌带出了一个深刻的信息，就是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无条件的爱和拣选。这首歌邀请了每一个人来反思，并且将自己最好的部分毫无保留地献给神，作为对他的恩典和回应。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谦卑和感恩，强调了生命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。因此我们能够回应的就是将这些从神而来的赏赐再度奉献给他。歌词中提到，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，这样的提问表达出对于神的爱的回应，并且以生命的全然献上来回应神的恩典。正如歌词所说的，我能有什么不能够给你，这也点出了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在神面前都需要更加的谦卑，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赐予。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打动人心的旋律，在歌词中更有带来深刻的反思，提醒了我们，无论我们拥有什么，都应当来荣耀神，因为赏赐在于你，收取也在于你。这句经文值得我们深深的来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，而我们又能用什么来回应神的爱。我能给你什么，这首歌鼓励了我们每一位，无论年龄的大小，都应将生命的每一部分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神。这份献上不仅仅是物质或者是能力上的，而是包括我们的时间、精神还有心灵。正如赞美之泉尤志廷牧师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所表达的，他希望能将这样的感动和呼召传递给下一个世代，鼓励年轻人献上自己，成为神国度中的祝福的器皿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聆赏由马可牧区带来的献诗《我能给你什么》。我说
在于你。